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哈！十方诸佛圆满的功德，你不费吹灰之力，全得到。啊，就念这句佛号就得到。所以你要不认真念，那太傻了，啊！把这么好的修功德的机会就白白放过了，啊！所以念佛，他每一句都要认认真真念。句句都含摄无量无边的功德啊，那么无量寿就显示了如来法身常住的本体啊，无量寿啊，它永恒不灭呀，这就是讲自己的法身啊，就是讲自信。所以天清菩萨的往生论里面啊，就讲到一法具者清净具，清净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这就讲宇宙本体啊，万物都是这本体法身。那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就是一法句，一清净句，就直接念我们的法身啊，直接跟我们的法身融为一体了。换句话说，你就成佛了啊！所以《华严经》上讲“念佛成佛”，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你真正明白这念佛就成佛呀，你还能不念佛吗？你还会放过一秒钟的时间吗？一秒钟都不肯放过啊，那是佛号就不间断了。啊，佛号相继不断，你就成佛相继不断，你念念都成佛了。所以这个无量寿代表的是这样自性圆满的功德了，啊，那我们能念之心本来就是佛心，啊，就是自性啊，所念的佛号又是自性，能念所念无不是自性，啊，自佛自己本来是佛，现在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他佛，自他一体，自他不二。是你念佛的时候，你看，啊，自己还不了解这么大的功德，你就已经暗合到妙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太殊胜太妙，你不用理解里面的什么含义，你只要老实念，那诸佛功德你都得到了，啊，所谓是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啊，暗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就这么老实念去，念着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成佛了，啊，念到自己成佛了，还不觉察，啊，因为什么？已经没有起心动念了，啊，这暗地里就跟十方诸佛融为一体了。啊，巧入无声，这法门太巧了。啊，不用你断烦恼，不要你消业障，你就什么都别管，就是这么老实念去，你就入无生法忍了。啊，所以这念佛的功德，真是十方诸佛都说不尽，太妙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成佛，凭什么成佛呢？他怎么成佛的？大家知道吗？啊，念佛成佛的呀！你看这老菩萨多好啊，他知道。啊，何以见得释迦牟尼佛是念佛成佛的呢？
阿弥陀经里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啊，啊，这个道理，那藕益大师在《阿弥陀经要解》里面就给我们揭示出来了。啊，所以印光大师称啊，藕益大师《弥陀要解》，啊，那是古著里面最妙、最殊胜的注解了。啊，说即使古佛再来为阿弥陀经做一个注解，都超过不了藕益大师的要解。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真的把佛的心髓都是道尽了。啊，释迦牟尼佛就在本经里明确告诉我们，啊，说我是怎么成佛的，啊，这个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那这经文大家都读得很多吧，对吧？啊，这个意思啊，真正参透的人不多啊，糊里糊涂就这么随口划过。真明白这个意思，哎呀，你知道，原来诸佛成佛都是念阿弥陀佛。你看释迦牟尼佛说，我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头行此难事，这个难事，此难事在阿弥陀经里讲的，就是叫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事，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来五浊恶世？他先给大家表演，啊，我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意思就是成无上正等正觉，啊，就是成佛了。我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成佛了，啊。然后呢？怎么样？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我靠这个法门成佛了。现在我再回到这个世间，为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啊，说是法。这个是法，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法叫难信之法。啊，难在哪儿啊？你很难相信。啊，为什么难相信呢？凡夫没办法理解。哎呀，我就念阿弥陀佛就能成佛，真的就念阿弥陀佛就能成佛，而且最快速的成佛，成的是最圆满的佛。啊，释迦牟尼佛是这样成就的，他现在教众生也是这样成就。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靠这个法门成佛的呀。啊，所以善导大师讲得好，如来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啊，如来就是佛呀，为什么来这个世间示现成佛了？《法华经》上讲，为大事因缘呐，啊，就告诉我们成佛呀，怎么成佛呢？《法华经》上都没讲清楚，啊，就是叫我们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成佛，这就是佛为什么来这个世间的大事因缘，啊，唯说弥陀本愿海，就是劝我们往生西方。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的意义也是非常深广啊，这时间关系不能细说啊，这题目还没讲完啊，继续往下讲。第五部分，庄严。啊，庄严是讲一正庄严。啊，正报一报都无比庄严，这是讲极乐世界。啊，正报庄严是讲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所有的清净大海众菩萨，啊，这是正报。啊，依报呢是极乐世界的
物质环境，啊，就是我们所依的环境，都是极尽庄严，啊，那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庄严是怎么变现出来的呢？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而成就。啊，也是我们念佛的人，往生西方的人，念阿弥陀佛清净心所感召的。啊，有我们自己的部分，更有阿弥陀佛加持的部分，成就了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它跟我们这娑婆世界不一样。娑婆世界怎么变现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啊，妄识变现，我们有起心动念，我们有分别执着，变现了娑婆世界。啊，而极乐世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叫法性土，它是我们真心所现的净土。啊，所以那个净土。绝对不是我们用思维可以想象得到，啊，更不是用语言可以说得明白，啊，这是法性土。那么，简单的来讲，这是用阿弥陀佛无量功德之所成就，无量智慧之所庄严。啊，那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也是在庄严极乐世界，啊，所以你看，我们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首先用什么功德呢？用我们的戒定慧，用我们的清净心来庄严佛国土。啊，所以你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专注的念，啊。这个一心不乱的念，不要打妄想，这样的念佛就有功德。用这个功德庄严你自性本有的净土啊，那么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庄严出来的。那么还有第六部分是清净啊。清净就是讲极乐世界啊，一切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无不是清净。什么叫清净呢？完全离开了一切的恶行啊、恶业，这就是清净。啊，没有烦恼，没有染污，这叫清净。啊，那我们现在就要学着修清净心呐，把心里面的烦恼染污去除，啊，将来你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这个极乐世界是我们自心清净心变现的，《观无量寿经》讲这个原理讲得很清楚，心净则佛土净，啊。极乐世界，不是啊，这个你自己怎么去造出来的？是你只要有清净心，它就现出来，自性里本有的。那么第七部分叫平等觉，啊，平等，这个先讲平等啊，平等呢，就是。这个一切法本来是平等啊，它没有高下分别啊，也没有对立。像《金刚经》上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啊本来的状态啊。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有不平等啊，这个就说明我们自己有妄想分别执着。把本来平等的境界看成不平等了，啊，那么佛心是平等的，
当佛成佛的时候，他就是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他没有傲慢啊，这个更没有自卑，傲慢起不来，为什么？自己跟别人没两样啊，不会比别人多一点，也不会比别人少一点啊。所以经上这个无量寿经上讲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们都是啊，这个啊没有贡高啊，他没也没有这种这个自卑啊，他就是这样平等的心啊，平等的礼敬一切诸佛啊。那我们平常用心呐，要这样用法啊，不要去分别执着啊，不要啊有高下的心啊，看某人好哎，特别尊重，看某人不好特别看不起啊，傲慢心起来了，这个呢就是不平等啊。要知道不平等啊，心里有不平啊，大地就不平啊。所以我们这娑婆世界啊，这个有高山有低谷，就是不平等的心变现的。在极乐世界那是很平等的啊，没有什么山丘啊低谷啊，它没有，这些都是平地啊，这是一马平川的 看上去非常壮观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呢不仅呢有高山有低谷还有地震。地震怎么来呢？严重不平产生了地震这自然灾害的发生所以当我们呢看到我们的境界里面有这些灾难，我们不能够埋怨别人怎么样，自己反求诸己是我内心里面有不平等，感召到我所处的环境有地震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我们怎么改呢？从心上改，化解内心的傲慢不平，自己谦虚，对别人呢礼敬，这样地震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了提醒自己，今天不要发生地震了今天不要发生水灾水灾是什么？贪心呐，贪心感水灾今天不要火灾火灾是嗔恚嗔恚感的火灾今天不要发生风灾，风灾是愚痴不明事理，不信因果自以为是，都是愚痴还有今天不要发生这个山崩地陷怀疑就感召山崩地陷所以把内心的贪嗔痴慢疑化解掉了，外面的环境自然就没有灾难。那么第八部分呢，平等觉。这个平等觉的觉字前面挂个平等两个字就特别的有意义了前面我们讲的佛它有觉的意思觉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这里讲的平等觉呢意思更深一层它包括四个含义。第一呢，是平等普令一切众生都彻底觉悟，专门是讲这个法门这个法门能令一切众生平等的觉悟就是你觉悟的不会多一点也不会少一点跟佛是平等你念阿弥陀佛将来就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平等，不管你原来基础是什么样的
你原来是菩萨也好，是阿罗汉也好，还是凡夫也好，只要你念阿弥陀佛，最后呢，你的平等觉悟都成佛，平等觉悟。第二个平等觉的意思，是以平等妙法来觉悟众生，这是佛用这个法门来觉悟众生，这个法门叫平等法。你修这个法门，你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的因跟果就是你念阿弥陀佛是因，你往生不退成佛是果，这个因果不管谁来修都能得到等觉菩萨像普贤菩萨，你看他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讲了，他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得的果就是往生不退成佛这平等法你这么修呢，你念阿弥陀佛，你的果也是往生不退成佛你跟普贤菩萨的因相同，你果也相同这是平等法呀其他的我们跟普贤菩萨就不能平等了，他是等觉菩萨呀，那多高啊，我们是烦恼重重的凡夫啊，可是在这个平等法上我们俩是平等因平等果平等一点不欠过他，不缺不少过他。第三呢，是平等觉，是讲如来的正觉你成佛了之后这个果报你具足如来智慧德相，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平等。第四，这平等觉就是极乐教主的名号所以阿弥陀佛的另外一个名号就叫平等觉无量寿经里第38品就讲到你看佛问阿难，你想不想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就是讲你想不想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个名号就是叫清净平等觉所以我们能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也就当下得清净平等觉那么这是第八部分最后第九个就是经经呢属于通体，前面八部分呢都属于别体就特别的，只有这部经才有那么经字呢是每部经都有这个经字，叫通体通用那么经呢这个意思呢一般古德说含着四重意思，贯摄常法贯就是它是这个逻辑结构很缜密这篇文章是好文章这个逻辑结构非常缜密这叫观摄呢是它有摄受力，看了一遍又一遍越看越有味道这叫摄这个经一直你念到成佛都不会厌的所以我们读经读上三千遍都不厌讲经也讲不厌，听经也听不厌师父上人现在讲经讲这部经讲了11遍他百讲不厌，我们也百听不厌，摄受力很强常就是讲它是常法，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不仅在娑婆世界通用，在其他他方世界也通用只要任何一个世界的众生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也得到往生不退成佛的果报这叫常真理
古人讲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法门是放之十方而皆准。这个法就是讲里头有修法有理论有方法是这部经很圆满这是经题。那么总结起来呢，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经题我们也花了不少时间讲确确实实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好这个经题本身也圆圆满满的把全经的大意给和盘托出这整部经就是对这个经题的注解这经是释迦牟尼佛看到众生成佛因缘成熟了，用十分欢悦的心情来讲解这部经畅谈极乐教主的由来阿弥陀佛是怎么来的，他有什么本愿的功德他怎么成就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修这个净土法门他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不要有任何疑惑这是佛平等普觉一切众生普度一切众生的法门概括起来这个法门就是一句名号用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来打开我们的自信，把自信无量无边的功德全给招回来了全都恢复显现了就在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虽然我们即使不明白他的道理也没关系，你就这么老实念去念到最后你这个烦恼分别执着妄想自然脱落了所谓妄消真显，妄念消除了真心就显现了你就成佛了，这叫平等成佛的法门，叫平等觉所以这部经的经题已经给我们显示无量殊胜的功德了那这个时间也到了我们呢这第二堂课主要就是把这个经题给大家介绍从下一堂课开始呢，我们就进入第六品发大誓愿第六的学习。好，今天讲的不妥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一会儿呢6点钟再见阿弥陀佛。